提拔你当家上海一百的，欢迎准点收看《三里会议》等方言生活互联栏目《提拔当家》。我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夜的节目这样精彩，还是老样子，好家好玩滚地跑，横纹节目新煎熬。扎西的国家，今夜的提拔当家有哪一些精彩观点？今夜呱呱读书滚，丰收的竹地带嘎滚，这个都是两分钟，高能动手好将数，黄牛牛来陪伴好，嘎上好在带嘎好。 电器在内也别说独立进入一公里啊，有气氛还显出些最为成功一个。好，今夜我们带大家去看个展，准备出发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南昌也为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展。最近在高新区图书馆也有一个红色主题展，但是方式不同，意义也有所不同。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，就是高新区图书馆的馆员大白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展啊？ 好的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这次主要展出的展示这个海伦斯诺的一个人照片纪念展，然后它的一个主题照片是讲述一个1931年到1941年期间整个一个旧中国的一个照片。那它的聚焦的镜头也是聚焦到我们革命时期，共产党员，包括他采访的毛泽东、周恩来，都在我们这次展中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。你是通过他的视角来呈现这个不同时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 而且也特别有纪念意义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美国人嘛，所以也是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看看当时的中国，对，搭起一个友谊的桥梁。对，这也是我们这次展的一个主题，为什么命名为桥这么一个概念。其实一上到二楼就发现一个很大的这个展览的标识哈。对。那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些展品，这些是什么呀？对。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，就我们也搬来了这个我们这次展的主人公当年的一些劳务简，他发电报的一些工具，会包括他写稿子的，讲述当时革命时期的中国的一些道具吧，包括他记录生活、记录事件的，对，拍下了当时的延安。进入展区哈，这个映入眼帘的这个桥字是特别的明显，哎，感觉是经过特别的设计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一个主题性呈现的一个装置吧。 对，就是用桥，也是想凸显我们这次展的一个主题，因为本身主人公是一个美国女记者，也是作为民间来到中国。那整个桥也是说有各种意思嘛，把我认为是它可能是一个跨越太平洋啊，中美两国的一个搭建一个民间交流的一个友谊之桥啊，也是很好的展现一个女人吧，一个女记者，一个美国的普通的一个女记者，她的一生，我们通过这个展览，其实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。 那接下来我看这个展区有这么大哈，我们应该用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浏览方式才是正确的？对，这次展也是比较特别，等于是请了一个展进行升级，让我们看看这个空间有很隔开了很多空间。对，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读者一进来，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是个什么样子的。对，嗯，这边走。往这边。好，其实我们官方建议的参观指南是走到这个主题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1931年。 海伦来到中国，第一站在上海。那么会跟着这条时间线，我们沿着这个路径，清楚的看到海伦他在中国的这10年，以及他留下的一些作品。本次展览定格桥的意象延伸，寓意海伦一生都在努力讲好中国故事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把时间回拨到1931，一座桥为你展，也祝愿所有朋友能够拥有看世界的眼光，透过迷雾看破真相。 追求真理。风色主题展，其实在不同的人在不一样的视角，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，也可以哇。他能够主管，也可以成就那个家管。对风色展览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到高新图书馆去走一趟。好，休息我们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，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 人老退先老，没有力气易摔倒。上了年纪啊，腿没力气，发酸发胀，像灌了铅。腿脚没力气，就怕在于是滑倒。前阵子摔了一跤，自己遭罪不说，还拖累了孩子。人老退先老。 没有力气易摔倒，想要腿脚好，调养五脏，补足气血是关键。益寿强身膏，融汇益气补脾、补肾养肝、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，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，经19道工序熬制成膏。
滋肝肾，补气血，强筋骨，让腿脚强健有力气，人老腿不老，腿脚有力不摔倒，益寿强身高。是没有勤奋的翻新母女，你是我们家用三传媒买回来的，不用得着跟那个卧底客气。今天我拼了一条命，也替你死去的娘教训你。更是爱恨交缠的姐妹情敌。让我求求你，你把我的身还给我。行走硝烟炮火中，楚天，快走！楚天，楚天！血色女人花如何迎风绽放？我进入家里和楚天做他的妻子，我早就告诉你，总有一天要亲手杀他。韩雪领衔，烽火丽人，虐恋生情，每晚8:20，都市剧场三集连播。广告这个跟进来分一分到真的播这个题包广告，我夏子，我是萌萌。哎，萌萌啊，一般早点呢，你是想吃哪个？我们家的早点呢，啊，为了省事儿啊，一般会自制三明治。你看，一片面包，加上一些蔬果，再加上一个荷包蛋。哎呀，也就蛮洋气。对呀，一般呢，我就吃两样哈，嗰个喷粉加冻。当然有时间啊，其实我会发现我老婆要经常给我喂点是发药。反正我们有味嘛。对，我们家也是，我妈做啥我就吃啥，反正中西结合。好，哎，我们今天又跟大家问问有味。哎，话不到吃大家喜欢的早点，我们咋些那个？今天我们教大家做一个焦香三角吐司，用的原材料有炼乳、鸡蛋、芝士、吐司。首先我们取一片吐司，然后将它一分为二，接下来我们将炼乳挤在上面，再放一层芝士，再盖上一层吐司。我们取一个鸡蛋，将它打成蛋糊，然后将蛋液刷在吐司表面上，再撒上少许糖，放入烤箱中180度烤至7分钟，我们的焦香三角吐司就做好了。这个三角吐司啊，看着太简单了，回去我就要动手做一做。对啊，我们地包当干个节目就是讲个，第一要让你搞得清楚，搞得懂，弄起来也简单，但前提是没有女人一动手。没错，明天早上我准备早2分钟起来，给全家做个早餐，就用这个焦香三角吐司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搞萌萌个了，因为穿衣特别还是萌萌最拉手。这个夏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服装风格啊。那我发现呢，很多女孩都是特别喜欢穿裙子的，对，那现在也有非常多漂亮的裙子，那我们身上的这个连衣裙呢，哎，又简单又舒适，我觉得还是挺有设计感的。是的，我们身上这两条都是属于包裹性比较完整的这种裙型，会有一丢丢的这种女人味，然后比较显示身材的婀娜。那么在这种衣服上面，就是肯定很多女孩子就是说啊，我腰上有肉，肚子小，有小裤子，我肯定就穿不了这样的衣服，我必须得穿宽胸或者 A 字版的。那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像这种的衣服的话，它有一些剪裁的一些小细节呢，可以很好的包裹住我们肚子的肉狗，然后呢可以把整个身形拉得非常的有线条感。对，就是万年讨论的那个话题，怎么穿更美更显瘦。那其实我们这两件衣服呢，它是有一些共同处也有一些不同处哈，这些点呢建议大家可以记下来，在平常逛街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些点融入到自己选购衣服当中。那像比较显瘦的地方，泡泡袖
是不是？对。但是这个泡泡袖的大小跟它的这个造型也可以决定它是否上身显瘦。是的，就面料取决不同。下其实我们都是泡泡袖，但是我是蕾丝的，所以整个泡泡袖是最弱感的泡泡袖，但是又有松弛的量，所以就不会箍的手臂上显得特别的紧，然后反而有点松弛量，就会显得手臂更细一些。那你身上这种是属于那种有织韧型的面料，它就会把整个泡泡的立体感显现出来。对，那还有呢，就是关于这个腰身了，就衣服显腰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对，但是我们如何在显腰身的时候又能藏住我们肚子上的小肉肉？就在这个衣服的正处呢，我们要做一些这种褶皱的设计，那么刚好就可以让肚子上这一块会有一些松弛感，那么就不会勒得肚子上把肉肉暴露出来了，它相反可以把它很好的修饰给藏进去。比如说你看像我身上这个侧面，对吧，它就是一个很有松弛感的这种褶量，但它又不会影响这个腰型的这个线条感。嗯，那我身上虽然没有过多的褶皱啊，但是你看它有一个颜色的冲击，像我是一个绿色的底，然后呢用一条非常亮眼的白色一条线下来，像这种设计从视觉上一看，哎，瘦了，整个人被拉长了。 对， 对，会有一个中立的那种平行线一样的，让你显得非常的有窄的感觉，两块分化的很细条。对，那再从这个风格上去选择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像这种会更可爱一点的，无论是花色还是面料，或者是更女人一些的蕾丝啊。但是这个蕾丝配上比较浅显的颜色之后呢，它会变得更加的清新。对，就像身上这个蓝色，它就不是那种很女人的那种蕾丝了，它就相反其实有一点这种小小清新的感觉，就很适合清明的这些少女的姑娘们。可能对于男仔的话呢，那点这种衣服就比较简单，但是穿衣戴维对女仔的话永远都是一门好门。进入我们的节目摸摸帮人出主意。好，谢谢我们进入广告，广告等更多精彩内容，别再来马上回来。人老腿先老，没有力气易摔倒，上了年纪啊，腿没力气，发酸发胀，像灌了铅。腿脚没力气，就怕在浴室滑倒。前阵子摔了一跤，自己遭罪不说，还拖累了孩子。人老腿先老，没有力气易摔倒，想要腿脚好，调养五脏，补足气血是关键。益寿强身膏，融汇益气补脾，补肾养肝，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，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，经19道工序熬制成膏，滋肝肾，补气血，强筋骨，让腿脚强健有力气。人老腿不老，腿脚有力不摔倒，益寿强身膏。怕上火，喝加多宝。800里洞庭，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。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，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，家常菜用绿泰。君瑶六种坚果666，六种坚果营养六，液体坚果吸收六，每日一瓶心情六，双膜制取更易吸收。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！君瑶六种坚果。人老腿先老，没有力气易摔倒。上了年纪啊，腿没力气，发酸发胀，像灌了铅。腿脚没力气，就怕在浴室滑倒。前阵子摔了一跤，自己遭罪不说，还拖累了孩子。人老腿先老，没有力气易摔倒，想要腿脚好，调养五脏，补足气血是关键。益寿强身膏，融汇益气补脾，补肾养肝，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，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，经19道工序熬制成膏，
滋肝肾，补气血，强筋骨，让腿脚强健有力气，人老腿不老，腿脚有力不摔倒，益寿强身高。地保当家栏目由太极沉香化气片赞助播出。广告之后，请再继续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《地保当家》。亲爱的，是每位家中宅，马上都上场。今天如果给这豪宅呢，可以哇，非常的美味，补充血液蛋白。最关键是对肾的一个补益作用特别高。到底是谁的豪宅？我们查询问清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家常菜。接下来做的这道菜呢，也算是一道炒菜。对，叫什么名字？百合炒黄牛肉。可能平常呢，我们大家对于百合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一直都知道它是个很好的食材，可是呢，做法确实不知道太多，可能最多的是煲甜水。对，因为那个百合呢，对于以前来讲呢，是我们只能看到干的，新鲜的特别少。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保鲜的工艺啊越来越好，就是我们现在新鲜的百合在超市啊，一些大的商场它都能买到。我们来做的这道菜呢，味道应该是会很好的。对，先来看看原材料到底是哪些呢？百合炒黄牛肉需要的原材料有黄牛肉、新鲜百合、生姜、大蒜。原材料我们都已经看见了，百合就选新鲜的百合。那这个牛肉呢？牛肉我们选的是黄牛肉。选的部位重要吗？一般是后腿或者牛里脊，那个里脊都可以。管这个大的，这个就是牛里脊肉叫大黄瓜条、小黄瓜条，对，我们也都是里脊肉，对，我们也叫扁担牛肉。像这个的话，第一步它是不是还是跟这个牛肉要腌，就是要僵制一下？对，我们把这个牛肉呢，我们就用点盐、跟蛋清、用点鸡粉去腌制一下。但是这个跟我们平时炒那个小炒黄牛肉它又不一样，它做法不一样。一步一步的教大家。鸡蛋清打散，加入黄牛肉中搅拌均匀，加入一点鸡精、盐入底味，搅拌均匀。随后别忘了加入生粉，让牛肉的肉质更加鲜嫩。起油锅，油温五六成热时，腌制好的牛肉下锅滑炒，待牛肉断生稍稍变色，立即出锅沥油备用。再起油锅，爆香姜片、蒜片，下入青红辣椒，同时翻炒，炒出香味后，下入新鲜的百合，锅中下入高汤，调味来一点鸡精、盐、胡椒粉，下锅炒匀。牛肉下锅同炒，翻炒均匀，下入一点陈醋去腥提鲜，待锅内滋味融合，百合炒黄牛肉就可以出锅啦。百合炒黄牛肉，这样就做好了。这道菜呢，看回去非常的清爽。我们的刘大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，没有用到这个老抽，对，它就是保留了它这个原本的颜色，也是很健康的一道菜。对，因为炒小炒黄牛肉，我们会用到蚝油跟那个生抽跟老抽去姜那个牛肉，但是我们那个黄牛肉呢，我们就是用里面单独炒，炒出来的就是很清爽，就是很颜色，我们是炒白的那种。它就是要这种。对，它炒，对，这个就是能够吃得出百合和那个牛肉的一个原味。好看的，其实我觉得回家真的可以试一试哈，因为牛肉的做法嘛，其实说，说来说去，在南昌的来，在江西来说的话，一般还是辣椒炒，比较多。对，我其实我们南昌人特别喜欢吃萝卜丝炒牛肉丝、芹菜炒牛肉丝。那这个做法可以给大家这个餐桌上带来一些新意哈。对对对。感谢我们的刘大厨，他今天教大家的百合炒黄牛肉，大家都会了吧？百合来找黄牛肉啊，和牛牛嫩，百合小，给它在一起特别有用了。不要不在农场了，哪个县的商量商量。大家好，我叫吴兰生，我住在番路社区，希望你们送菜给我老婆吃。我们今天这道菜呢，是我身边这位吴男生叔叔要送给爱人玉阿姨的，是不是？今天这道菜呢，也是我们南昌地地道道的南昌味，是百合肉丝。这道菜我觉得女性吃特别好，因为清凉解暑，非常适合这个季节。我们先把这道菜送给你阿姨。家里面谁做饭？我做饭。你做饭？
哇，很难得，这正好问到你了。你们家做不做百合吃？我们就百合煮稀饭煮过。一般百合炒饭我没炒过。没炒过。从来没炒过。从来没炒过。一般是煮粥。煮粥。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会拿百合去泡水，有没有试过？也有，但从来都没炒过，是不是？今天最好了，你待会儿回去跟阿姨一起尝一下。如果好吃的话，咱们把这道菜也学一下，以后经常炒给阿姨吃。来问一下吴叔，你今天为什么会想到送菜给阿姨吃呢？我们是相处这边40多年，他对我夫妻感情嘛，从来没吵过架。对你关心啊，关心，另外对我母亲做的嘛。对你哦，对您的妈妈，对婆子特别好，是不是？是有具体的事情吗？他在于我妈妈呢，他从来没恩怨的，年纪大了，我妈妈九十死的，他从来没放，从来是一贯照顾的。照顾了多少年？照顾了大概照顾30多年。阿姨，您平时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照顾呢？就是说，完全的这个陪护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跟他添饭呢，在那里。洗衣服，洗衣服，洗筷子，洗衣服了。那等于说，这个老奶奶在家里面，就是年纪大的时候，就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是不是？全程都是这样。那做了30多年，叔叔你应该很感激阿姨吧？所有感谢他，都会感谢他了。我说，在地方上家，哇，他对我家送一道菜是真的啊。他对我家贡献相当大，贡献好大。我从内心，我向感谢他。我觉得送一道菜只是其中感谢的一种表达形式，但您我觉得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对阿姨更好。吴先生告诉我们，在他心里，爱人是他生生世世的伴侣，他们的夫妻感情真的做到了情比金坚。他是对我，对你很好，对你有多好？真的是很好。能举出例子吗？好到无法形容吗？是，真的是这样。真的是。那他会不会惹你生气？有的时候生气都互相谅解一下嘛，就是有的时候他生了气我就谅解他一下，我生了气他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夫妻之间应该互相体谅。那叔叔有没有做什么让您觉得就是特别暖心的事情？他好会照顾我。比如说啊，烧饭呢，一般那个我也说不出来，所以他胃不舒服，他有来胃病，给我去煮年夜饭，煮的是稀饭，煮的面都给他吃。我以前有胃病，所以叔叔也是特别在意细节的，是吧？因为不管什么事，晚上就是12点钟，他就要煮点东西给我吃。那你们家应该很少有争吵吧？没事，不争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不吵，不吵架的，就是不吵架的，不太吵。所以你们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？最重要是互相包容、理解，包容、理解。才能走得长远。我的胃以前好严重的，现在呢？现在好了，被丈夫调理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哇，这一波恩爱秀的。我从小就有胃病，我现在胃真的是好了，没有了，真的是没有胃病。要感谢您的爱人，您的爱人同样要感谢你。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彼此之间这种互相感恩的心，可能平时我们可能也没什么家吵了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结婚40多年来之不易的，真是喜欢上，早知这个老婆也让人家同一辈子，没办法，没好事的。关键是我结婚娶了父亲，长这么好。哇，你得对着他说，我觉得你这番话都差点把我说哭了，是不是？希望你们永远这么幸福啊，叔叔阿姨。恩爱夫妻，恩在前，爱在后，恩是基石，爱中也有了理性，这样的夫妻才能白头偕老。梁博老师一起分享了给仔仔，老公啊，能够找到这样的老婆，是一辈子的福气。夫妻之间就应该搞上相夫教子。下面关心的是都市点点了，看下今天的节目够不够精彩。好，为何我们在一起？
好健康公益时刻，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，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.9亿，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，引发头晕头痛、胸闷心慌、气短乏力，甚至心梗脑梗、中风偏瘫。预防血栓，你我携手立即清血，净化血液，多运动，心好脑好精神好。今天您清血了吗？血液粘稠就怕堵了心和脑，经常头晕头痛、血热乏力，你需要清血。清血八味片，粘稠的血液缓慢流进心脏，流过大脑，容易引发头晕头痛、血热乏力，就怕堵了心和脑。清血八味片，300年清血古方，专药清控血，祝您血液不粘稠，控血清，心脑好。专药清控血，梦琪清血八味片。不用担心什么，尽情享受生活，爬上我和家，爬上我和加多宝。我的腰腿我做主，捉襟见腰绑起来。我的腰腿我做主，腰腿灵巧听使唤，幸福不幸福全看着腰腿做主不做主，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。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，就怕走不了动不了，痛啊。用舒筋健腰丸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。舒筋健腰丸，配方专，药材好，强筋骨，驱疼痛。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。舒筋健腰丸，广州白云山陈李记。我的腰腿我做主，舒筋健腰好起来。肠胃本一家，检查治疗不分家。南昌第十二医院专注肠胃病诊疗45年，公立专科值得我们信赖，专业精准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。主任亲诊，预约检查，当日取片。南昌第十二医院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。预约热线0791-8863-7777，地址南昌市明德路473号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把财经的这个里还跟大家玩一句，我们李宝东家开播已经到现在，跟大家介绍了好多美食。好消息来了，我们呢李宝东家开发了一个小程序，叫做李宝东家鲜爽美食，只要大家在微信公搜索就可以了。大概搿只小程序呢，会发现有好多我们的美食资源都是给你最大的优惠，这上的可以叫外卖买好吃口。另外呢，分享之前还有秀礼，有风暴，有惊喜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再见了，明天老师跟锁定光秀一道开心快乐和李宝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今天来做的这道菜哈，特别的下饭，然后也特别的香，应该这样说。对，这样子。那个泥鳅炒油渣。平常呢，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萝卜干炒油渣，这道菜的就是它这个特点就在于特别的干香。然后今天如果说有这个泥鳅的话，是不是泥鳅加进去，整个味型也就更加干香？对，因为泥鳅呢。